我了个极品飞球号啊，这个游戏到底谁在欧啊？我这个号乍一眼一看绝对顶级，冰队火队都差不多集齐了，但是是真的飞球，而且是有规律有目的的飞球。最开始我新手池正正好号50抽出狼叔，这肯定去限定池里面抽鲨鱼妹了呀。然后75抽歪了11号，歪就歪了吧，我又开始干，结果常驻池81抽出了克雷达，我勒个究极保底人啊。最后我限定池已经又抽60抽了，还没出鲨鱼妹，我特意攒了10抽，我还想搏一个双金，虽然没出双金，但是好歹金算是出了，就是我感觉我被冒犯到了。这两个字母，你是在嘲讽我出双金是痴心妄想吗？你说我飞吧，出的金正好都能组队，你说我欧吧，我次次吃保底，算了，接着攒飞灵吧。